Pronia 姐姐，这次你真的没有勉强自己呢。Pronia 说话算话。真令人感慨啊，这竟然是我第一次见。所以这就是当年有梅比乌斯和痕主持修建的。是啊，不过这样一来，新亚特拉的人们要怎么办？那个中原残骸虽然不大可能恢复，但这种时候我们果然应该相信克莱因吧。虽然他好像是世界蛇制造的机器人。原来是这样啊，确实我在世界蛇了解过克莱因。那么大家准备好从凯文还有中烟的手里夺回自己的未来了吗？当然。灵感这个嘛。